大家好，我是小曾哥。现在解除三级降二级了，相信大家也都开始恢复上班，市容工商，我们也是一样。谢谢大家网络上的关心，还有私讯里面的关心鼓励，我们还是会继续移除，也会继续发片，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环境现在出了什么问题，有那么多的氯裂烯。还有网友说，他通报了我们很多的地点，希望我们去移除，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动作呢？因为这两个月以来是三级警戒，我们不适合跨县市这样子的活动。现在已经降二级了，我们就会视情况来看看。然后网友通报的点，大概就是有屏东、高雄、台南、嘉义，有嘉义师范那边，台南的保安车站，还有三叶东西周边，还有一个公墓，还有屏东的，我还要再看一下。基本上这些地方我们大多以前也去移除过，然后现在台南也有移除同号正在那边进行，所以是不急啦，但是我们会视情况，适合的时候、适合的时机，我们就会尽量去帮忙移除。最主要是要谢谢大家的关心跟鼓励，就是我们没事啦，没事。网络上一些酸民说的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是做我们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，觉得对得起自己就好。然后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谢谢。跑掉了吗？好，走。你好，小姐你好，你好，我有看你们的网路，真的、哦，对啊，有网友说最近这边又跑出来了，五六只啊，五六只啊，五六只啊，啊，那天啊，那边那边应该都是有啊，那边都还冇去看，天啊，那个有啊，嘿，我知，对啊，你免插网路，什么也不叫伊爱护动物的叫伢子啊。谢谢。
有。今天只是路过，要回去上班的。哇！对吗？你叫？掏一只香香鱼。对啊。更大的吗？差不多。OK， 成功。好，我现在目前看到一只，好小只哦。后面还一只在走，有没有？哦，有。那好小。超小的。刚孵化出来不久。小弟要给伊当公鱼出头。叫造谣。还有一只。我以为你是打跑掉那一只哦，我以为在打上面那一只哎。刚跑掉那一只就停旁边了。中。好，去捡一下。去夹，捡起来吧。超小只的、啊。OK。哦，后面一只大橘，大橘，老婆你有看到吗？哦，后面一只叫大橘冲出来，站到他的地盘，他冲出来把他赶走嘞。所以领域性强啊，你看，跑到他的地盘，他马上冲出来，
开始警戒。哦，日光交通已经发青色了啊。对岸呢？有看到了，是大橘吗？是大橘。我们发青色啊。嗯，公的。那到时候我们的小船就可以出动了。真的很远。对面的河岸有一只大橘。先记录起来，下次再来抓它。好重！呀，过来！重，好，我去夹。重，它在柱子后面哦。弟弟，这里好很深，这里好三只啊，地上有两只啊，你有看到两只吗？有看到两只。你有看到地上这有两只，你抓得到吗？可以。好，你小心哦。哇，跑掉一只，很小只。哎，还有墙壁后面。弟弟在最上面了，他爬到最上面了。抓到了。弟弟那里还有一只。